红酒特调眼影盘，内含九种眼影色调，除了同时含有珠光及雾面质地的眼影，还有打亮色可以搭配。优秀的延展性和显色度，眉粉和眉笔搭配使用，我喜欢眉形锐利的妆感。在眼窝处做晕染，从眼头刷到三分之二的地方，刷在眼尾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在眼下刷上较粗的眼线，刷在提亮位置，最后画上眼线，刷上睫毛膏。推荐口红颜色：茶色、土色、干燥玫瑰色系。特务印象直射唇膏050，硬要形容的话，很像红包袋的颜色，因为显示器会有色差，还是请前往开架试色。
直射唇膏，和旧款及战色雾面唇膏相比，质地更丝滑润泽，但香味是一样的。如果有喜欢的旧款颜色，可以买一下。赤龙雾面质地，色泽饱和显色。极赞釉色雾面唇膏100，唇膏上有一层白雾，但闻起来没有发霉的味道，有疑虑的话请勿购买。